你知道吗？那个师傅事件哦，我真的是，你晓得吗？如果那个师傅跟我讲说，你只要在哪里哪里打到加精油哈、哦，你想想看哦，我们现场的这群人哦，敢不敢做这个事情？不敢，因为万一爱护这里没安好，万一要负责任的时候怎么办？对啊，或是被我搞砸了怎么办？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最怕的就是负责任这件事，因为我们可以有光荣的世界，可是。